起了一刻。对，到时候又不去。阿锦，你怎么这样子？你怎么这样子？水都还没洒哎。好，这个位置好。我问问。这个位置好。哎，主持人还没来。哎呀，你就讲你们俩，我直接带你们。哦，开始喷了。哇，今天天气又好，不错哎、嗯，好彩头，好彩头。看你拖的行李箱啊，好彩头。连长龙的飞机都来接。哎，真的。振作一下。啊，还照一下背景的。连长龙。对啊，太闹了。我们要振作一下。不错耶，天气真好。做直销啊，我会努力的。卖冷气头，卖冷气头，好不好？好不好？OK， 下次见，拜拜。拜拜。哎，谢谢，谢谢啊，上次好久。对啊，直销很好。